你 ready 了吗？嗯，差不多了。那就让我们给这个菜鸟好好上一课吧。在这里，让我们保持对梦想的热忱。在这里不是给我们答案，而是让我们提出更多的想法，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。来这里，让你实现创作的梦想。其实我们也是很 rocket。来到这里，你可以变得很可爱，也可以很霸气，可以体验不同的事物。我们不只会念书，还会当武林高手。我们内外兼修语文与武，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。